示范。黄国豪老师。说明，本曲为意大利托塞里曲。本曲也被称为飞吧小夜曲，是小夜曲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一首。速度、中速、演奏提示。此曲富有南欧明媚、洒脱、轻盈特点的优美旋律，形象地刻画出主人公内心的激情，给人以鲜明印象。示范影片开始。